法语，听闻佛法，上师在那边修仪轨，为现世者，为往生者，为整个世界。而且各位很重要，就像你家里摆一部录音机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录音机没功德，但是因为你有个念头，他现在正在念佛，他这个录音机的念佛的功德，以悲心融入了地狱，融入了他方世界，这个功德是从你的心来的，不是录音机来的。但是录音机它有个助缘。所以现在上师他们有将近30位在修法，那你要观想，有300万位所有出家人都是活菩萨的化身，正在念出佛陀的偈颂咒语，然后呢，利益的六道众生，包括我们的祖先。那你这样心，哇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而且我们刚刚有虔诚的供养，等一下等上师修完法，大家刚刚合起来的。钱，哦，所以这是念下来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并不是你只有布施10块，而是你这个10块加入这么多钱，所以各位要懂得修功德啊！如果你要修功德，只要人家办大法会，念1亿遍“嗡嘛呢叭咪吽”，我这边要办大型法会共生，那你也要出10块。因为你这一滴水以菩提心，那就融入于大海了，那你才会广结善缘，广修功德。一个人做生意没有广结善缘，你没生意做。一个影歌星，你唱歌很好，没有广结善缘，没人听你讲。一个法师，你没有广结善缘，没有人理你。所以结善缘要100千万世，所以各位一定要结善缘，喂米给鸟吃啊。做烟供这样关出去啦，布施烟面包的大海里面啦，只要他们在做老人院、孤儿院，不分宗教，你也要捐个10块啊、100块啊，你要这样去结缘，结每一个缘。这个世间、世界各地现在有网络，像我早上看到12月这几天开始，尼泊尔的仁亲寺竹王仁波切的道场努巴仁波切要办一个1亿遍的嗡嘛呢叭咪吽，我马上就。打电话，赶快帮我供养，供养整个法会，打斋的是吃饭的，共生的归共生，钱多少另外一回事，结的这个缘，那这个缘我们就有共善业的功德，那这个共善业的功德，嗡啊吽，你就可以走到哪里把这个功德回向了。就像我们现在放牛，已经累积了，念一下21000多头牛，念一下随喜功德。这不要花钱了，用心这样就好了，用心随喜这个功德。所以就像我早上讲了，各位，你有妇女病了，多放乳牛，你有胃肠不好了，还可以放兔子，各种啊，你腰不好了，多放泥鳅、鲶鱼，那别人去做，像我今天早上也请他们帮我放了，来200万只虾，小虾子。7块钱人民币，等于你们的钱大概是7块钱人民币，可以放3300只小虾，7块钱人民币，1块美金多。但是因为它的量很大，那你就跟这些小虾子结缘，因为你不放这些小虾子，他们就拿去炸掉了，他们那个抓来的嘛，但是。一点点钱可以结这么多生命的缘，然后把这个功德呢，走到哪里就布施到哪里。我们做功德不要执着给自己，三轮体空，你会觉得没有在做啊，没有你一只小虾跟一只大象功德是一样的。你不要说我只喜欢放蛇，最大的大老虎、大乌龟，我不喜欢救小鱼，那个太简单了，不能有这个分别心。任何一个生命。都是平等的，当然你有福报可以救那个很贵的，那有这个福报的，但是功德还是平等的，但福报当然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这样去随喜。我们在台湾放蚯蚓，1块钱马币可以救将近80只蚯蚓。因为台湾的蚯蚓，红蚯蚓繁殖很多，因为很多人台湾人喜欢钓鱼，喜欢钓鱼。钓鱼就要这种红蚯蚓，那当然我们救它要找适当的环境，
也不能太干，它喜欢潮湿，而且量很大，所以要围起来，不让小孩吃它，固定喂它饲料。啊，我们只是把屠宰场呢移民到我们那边净土而已的。啊，但是这个移民的过程一定有一些死伤，但是蚯蚓也不会怪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喂它们好的。啊，免得它被切成一段一段。但是各位，你一定要结缘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你要有个想法，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成佛，但是成佛我要累积广大的资粮，以及成佛以后，那你这个缘，像各位今天我们大家结缘了，这里面有一个成佛了，我们将来都会去你的净土，因为我们有个共善业的功德。啊，这个共善业是大家一起，所以中间只要有一个成佛了，那我们都可以去他的净土，都跟他有缘。那了解如此，只有结善缘，莫结恶缘，啊，不要跟任何生命，不要跟任何人结恶缘。今天你的车子被挡住了，不要生气，等一下，那边念念金刚经，等他来。那时候你会觉得，哇，好在我留20分钟啊，不然前面有一点车祸啊，啊，一切都念一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记住这句话，如果你的心呢、啊？保持在一个正确的心态，那佛菩萨会帮你安排的好好好好的。那什么叫随缘？那是这个好不好决定在你的心态啊。如果你的心态是一种慈悲的，想要帮助众生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。但是你的心态起心动念了，一个不好的心态，那坏的又来了。所以世界为心造，刚刚讲缘起法，我们的心叫因果网络。现在跟各位会玩电脑就知道，不管到哪一个地方，我们这个网络都连结的。啊，今天各位在这边讲的课，现在正在听，全世界都看了，因为我们透过简单的网络，手机就可以传遍全世界，而且很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这场八关斋戒有没有在影响世界？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在看。特别华人在澳洲在纽西兰他们都有传回来，在莫斯科只要你有手机，这个都是直播的，差几秒钟而已，他们马上。所以很多人在家里受八关斋戒，他们问我这样受八关斋戒可以啊，心态很重要，透过科技我们一起同享功德啊，心态很重要。所以各位了解这种缘起的世间，科技越发达，我们越容易跟世界产生连接，跟众生产生连接，啊，所以今天的法会外面正在做大宴供，念一下上供、下师、要供、上师修法、我们听法，再结合起来，啊，这个结合起来影响这个世间。光放生，很多人放生就可以改变世界的浩劫，何况我们大家合起来创造整个。菩提心的八关斋戒的功德，在八关斋戒里面，大家念一下：供灯、供水、供身、供养六道众生。那我希望各位这种法会每天在你家里办，每天在家里办，一即一切。你点一盏灯，要观想百千万亿盏灯；你供养一朵花，百千万亿；你布施一支香，哦，百千万亿烟供。因为重点是你的心态，因为。你要让世界改变，你动起来世界就动起来，你亮起来世界就亮起来。所以我提到放生，你一个人放生，如果只是为你家里全家就平安，如果你发心是为世界，那世界就减低浩劫，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，所以外国人现在很流行，只要你选择 vegan 你就在改变世界啊，就很多少了很多牛被杀，少了很多破坏的问题，少了很多母鸡被欺负啊，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影响世界。所以我们不跟他们，不能跟他们讲空性，讲的是影响世界。他一想就知道这个食物链世界，所以每个人都要重视这个。但是所有影响世界的合起来是心态，所以念一下万法唯心造，所以整个的因就是在你的心态。但是破坏世界的也是这个心态，敌人的总部在你不在外面，敌人的总部在你这边。做一个比喻，上回讲过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被抓起来要枪毙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救他？你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所以你出不去去救外面的爸爸妈妈。这个监狱是什么？这个监狱，那就是因为
你没有得到一个空性，所以那你要救爸爸妈妈，敌人总部在哪里？不是跑那边，是把你的我执打破掉，监狱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这个我执打破掉，就没有控制你了，那你就自由了。就像昨天我们孟参长老功德圆满，孟参长老现在自由了。啊，各位，你用了103岁的身体，这个卡在里面，我看你自不自由。啊，要听听不见，要吃吃不下。而又走路不方便，因为身体老了。但是我们的本性哪有老？我们的佛性永远都是不生不灭的。那现在哦，终于长老圆寂了。他现在自不自由啊？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啊，没有吃的痛苦，没有身体老化的痛苦，自由自在，圆满了他一辈子的功德圆寂。所以自由自在，我们提醒他，哇，他就来加持。所以把死亡变成一种快乐啊，把活着当作一种功德，活着就是努力工作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活一天，大家努力修功德好不好啊？拜佛啊，念佛啊，就不要打瞌睡啊，这样浪费时间了啊，观想啊，嗡啊嗡嗡啊嗡，哇，上师在念啊，那你要一直一直让自己如此啊。所以一个人点灯，全家平安；大家点灯，世界改变；一个人放生，全家平安；大家放生，世界改变。重点在于我们的心态啊！我们的心态，前面摆这么多食物，来，当愿众生永离饥渴，同享甘露。哇，世界改变了！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态，你生生世世不会投生在饥馑劫的地方，饥饿的地方你不会投胎，而且你将来很有福报去帮助他们。所以这些你要做，哦，人家要盖寺庙，这个寺庙是正法的，来利益众生，哦，你赶快要出钱。啊，这个佛像是给大家拜的，啊，这个佛像更多人在拜，哦，出钱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造大佛像，造了这个大佛像。生生世世大家有个共善业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堆人生生世世都会结善，因为我们一起在这边修行这个共善业的功德啊。所以一部飞机一起掉下去叫共恶业的功德啊。这些人都来自四面八方，但是在那一刻坐同一部飞机，要领受这个飞机坠毁全部死亡的共恶业的功德啊。那有些人没有那个业，他就阻塞了，上不了；有些人有业，本来不为了，还让他上了，然后结果他就掉下去了。所以了解这个，那我们要经常忏悔恶业。各位最重要，来忏悔恶业，累积功德，整个修行不离开这个，只是动机调为菩提心啊，以菩提心虔诚的忏悔恶业，以菩提心所做功德回向众生。大家都成佛啊，因为有业就会障碍你身体不好啊，碰不到善知识啊，智慧不高啊等等。但是放生是消业最快，放生是累积功德最有力量。为什么？救命的功德，本来你要死了啊，你有1亿，你就会说我1亿给你，让我多活几年吧啊，因为钱不能够买生命了，所以生命无价啊。所以各位能够经常在马来西亚为不能放生的地方放生好不好啊？这叫慈悲了，不是说我来放生我长寿，当然你这个叫世间的智慧，你会有福报。但是如果你想啊，别的地方不放不方便放，我来放。所以那我想各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广修，我们再过三天要救你讲12只大骆驼，骆驼的个性真好，你救一只骆驼，救一只羊，救一只鱼，它身上的好的特性你都会记住，你都会记住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的身上有什么缺点，像你这个动作缓慢，那你赶快救猴子动作就会快一点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像你的腰不好，刚刚讲了救蟒蛇救泥鳅，那你腰就会好啊。你呼吸机气管不好，那也救鱼，鱼就每天都在呼吸的。所以透过这个反作用，我长得不漂亮，所以我供花啊，我眼睛不好，智慧不高，我供灯。佛陀就跟讲这个因果，我身体不好，
身体不好布置什么药，